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最后生还者》。具体点记录：8月29，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不是说会有人来吗？什么都没有的话，干嘛待在这里？9月1号，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马克，别再发牢骚了，你在这里可以有很多时间看书的。在科学实验室当值，这是最神秘的体验。9月14，从芝加哥的隔离区来了5个新兵进去。哈，终于来了！他们有人给我一包烟，因为我干得好，太棒了。5月10日，总部来了6个人进去，要6个人运送一台货车。外面的情况一定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糟。总部送来了补给进去。说起来，我从箱子偷拿了2个苹果，一个给你。慢慢吃吧。10月31日，1000万头狼人。狼人？为什么会是狼人？进去，让他们进来吧，安德鲁。万圣节快乐哦。11月5号，侦察队到镇上搜刮物资，离开。侦察队回来，进去，另外一杯睡着，被罗杰骂了一顿，可恶。12月20，一个从三盘市来的生物学家进去，这家伙超让人生气的，要小心他。3个负责护送的新兵进去，至少他们祝我圣诞快乐，不好告诉他们我是犹太人。2月22日，10个 UT 医院来的纸箱，大量实验室物品进去。UT 医院是，然后到这边好像就没了。看来他们撤离一段时间了。从春天到现在应该秋天快要冬天了吧。来升级一下我的枪好了。Here we go. 只有61个，实在不是很够。要升这个吗？我觉得这把其实没有很好用，算了，散弹枪好了。好吧，先这样。This will hold. Go on, scoot. Pick up. Go back. All right, come. Come. Let's go. Yeah. 可以上去吗 ？Scooch. 好像可以。我还以为这只马不会上楼梯了，前面的楼梯都不能上。有一栋建筑，来去逛逛。I'll be right back. I'll be here.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are there? Fireflies. I reckon it takes quite a crew to run that operation. Do you think there'll be other people my age? I'm not sure. 我觉得应该会有小孩吧。总不可能都不要小孩。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慢慢适应的。
你居然跟进来了。怎么啦？ Sounds like runners. Stay with the horse. 哇。I'll get you there. Yes, I don't want him running off. I'll be right back. 这边居然有跑者，看起来火影应该凶多吉少了。Looks like someone jerry-rigged this thing. 我猜这个是我漏点的喷火器。可恶！维他命，不晓得有多少只，小心行动啊！现在身上连肉搏武器都没有，也没有砖头，应该只能用暗杀的。目前看到两只。好好，最起码搞清楚敌人之术了。先换一下散弹。再把它换成散弹。用威力大的枪打僵尸不好用，打人比较好用。这里应该是我刚刚上来的通道。不要发现，不要发现。好。一。二。其他几只到底在哪里啊？对面墙边站着一只，这样现在总共已经找到四只。哦，那边还有一只，左边也是墙边站着，五只。都是站着的，站着的就不太好对付哎。哦，那边还有一只，都找到了。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该是弓箭上场的时候了。OK， 应该没有了。That's that.
好，搞定了。回收电视。That a fact. 小爱心居然想当太空人。I'm just saying. 没想到原本就是要穿过这栋建筑，我先回去看看我有没有漏什么。这骚扰我居然还不知道，我漏掉的东西在这栋建筑里面，气死我了！应该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这边呢？我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捡。Well, when I was a kid, I used to want to be a singer. Shut up. I'm serious. Sing something. No. Come on, I won't laugh. I don't think so. Joel. 唱嘛，唱嘛。啊，不唱，好可恶哦。我们得把门接上楼上的发电机，请节省着用，我们快要没有燃料了。哦，所以如果我没有直接上楼的话，发现这条路，它也算是有给我一个线索。Get on back. 走吧。现在小艾丽会自己跟上来，我用走路的好了。
小艾莉周围有一个那个微妙的光线，有时候有亮亮的，马也是，这算是小 bug 吗？预备。嗨，这里要跳过去。Aww, are those monkeys? Yeah, a whole mess of them. 哇，居然有一群猴子哎！不晓得他们会不会过来抢我的武器，还是不要太接近好了。猴子是很顽皮的。哦，这里开进去。往下没有路。往上也没有路。嗯。到这里来。啊哈，找到了。收获还不错。哦，急救箱强化，医疗手册二，改善现场急救措施的效率。消毒，消毒是改善现场医疗效率很重要的一环。以下为如何在未经消毒的情况下进行消毒的技术。消毒是医疗现场不可缺少有效处理伤口的措施。无法洗手或清洗伤口时，用酒精碘酒或尿来清洗，或擦拭双手和伤口周遭。使用消毒过的工具来清理创伤，若无工具时，使用消毒过的布料、保鲜膜或塑胶袋来避免双手直接接触伤口。用清水彻底洗净清洗伤口，水可现场煮沸15分钟到达灭菌效果。用事先准备的消毒绷带包扎伤口，亦可将任何自然材质的布料在水中煮沸或用酒精浸泡来消毒。包扎伤口前需要确保绷带完全干燥。哇，差十个我的武器摇晃度又可以降低了。做一个医疗好了。哇，这前面看起来很大一块，先不要过去。
That was kind of awesome. First time seeing a monkey? First time seeing a monkey. 猴子不晓得跑去哪了，一转眼就不见了。会待在里面吗？哇，还真的蛮奇怪的，探索这个大学探索了这么久，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半个火萤的身影。我觉得照理说，就算还没有到他们的实验室，他们应该也会派一些人在这里看守之类的吧，居然什么都没有啊。之前遇到暴徒的时候，他们地盘扩张到这么大，很难想象这里居然什么人都没有。这边看起来有一座体育场。Should we have seen someone by now? Maybe these guys like to keep a low profile. Yeah, maybe. 我倒觉得，说不定他们早已不在这里。Look, fireflies. 哪里？哪里？哪里有火萤？啊，墙上那个，只能证明他们曾经有在这里啊。然后出现了一个对话标记，你要说什么吗？There it is. This won't budge.按钮吧。Figures.我觉得应该是里面的发电机。You too. 注意 C 下人地图。这个的话，我应该算是看得出来，正中间那个圆形是我们刚刚经过有猴子那个广场。那我们现在是再过来一点之后，左右两边都会堵起来了，所以正中间那条小路。楼上应该是没有东西啊。这
那里感觉有点像是学生宿舍。1月18号，等了9个月那么长，还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传消息来。在食堂找到一些食腐罐头，但那撑不了多久。东院的路障发生了一些事，但一切平安无事。1月31，我瞄到了一群那些东西在附近走动。我看到其中一个人像是海瑟，应该说曾经是海瑟，天杀的。2月10日，快没电池了，所以他们每天晚上只听一次收音机。自从上次广播后，我就放弃了。都过了3个月了，他们怎么还会在乎？2月25号，谢丽尔昨天在外面抽烟，他说他需要烟。我把他的烟都丢掉时，他非常生气。他不懂，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一定要有人去镇上拿补给品。抽烟就会不清醒吗？我没抽过，不晓得。这边应该是学生宿舍，没有错。Damn it, spores！ 有包子，哪里？没有啊。哦，这边啊，看起来只能下去。寻生者一只。我觉得一定不止。2只。我忘记寻生者到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按闪了。这边还有1只、3只。哇，他走回来了。啊，糟糕，走回大力。啊！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